吃药打针都是很不舒服的，好开刀啊，觉得要让身体健康是要很心啊，但是我们这次用的方法都是很轻松的，连喝咖啡也可以帮助你的身体，还有喝很好的椰子，我是喝一些好的东西就会帮助你，又精神又会开，好，还有呢，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吃素是可以帮助地球，可以帮助救地球的一个很伟大的事情。 Thank you.